我现在说大哥我不喜欢你了，你走吧。咕咚一个屁，大哥那屁拿个话筒能响出来，这可不敢招惹。我们今天来这个我都能招惹，就不能招惹他，招惹他会招麻烦，会惹麻烦的，惹麻烦上身。看见我这个湖北熊腰的大哥，别跑啊，大哥，回来，回来好好洗洗，大哥来，洗干净点，洗干净又有皮肤病了，又想进医院了是不是？叫几声大哥，你看喘起来了是吧？哎，乖乖的，哎。给你脸了，真的是叫你声大哥，你还装胖子装起来了哈、啊？嘿，不听话，给我试试。不听，看我们这边的天气，今天中午洗了三只狗，看看我汗流浃背。中午洗了三只狗就成这个样子，眼睛好红啊，没有睡好，昨天晚上。这三只狗洗的我真的是汗流浃背，看。最后一只洗的就是我身后的大哥，给我大哥哥洗完以后我们就结束了，感谢家人们的陪伴与支持，谢谢，爱你们哟。今天给我大哥来了个398的套餐，来了一套全身服务，连洗澡带按摩带就是奶浴一套，一套下来398。看我大哥今天开心的，是不是大哥？这是我大哥，你可不敢让他生气，任何人都不能惹我大哥生气。我大哥生气那很厉害，是吧？哄都哄不好的，你们直接能气过去的那种。所以我从来不敢惹我大哥生气。看我大哥这个膘肥体壮，再看看这个身材，谁敢惹他？连我都不敢招惹他，毕竟可是一个40斤的呢。厉害了，给你来一个降龙18劈，惹得再厉害给你来个泰山压顶，我压不废你哈，对不对大哥？好了，不说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今天中午又洗了三只狗，实在是太热了，洗不行了。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热成什么样，洗完三只狗。